现在翻过谁又拿着我的手机，而这个姑娘给我发的新的微信，逼我把我对她思念全部放进抽屉，只怕光芒早就照进我的眼里，没有辗转反侧的睡不着，又害怕你会觉得陪我不感冒，把自己占有欲像一切一样把关系搞乱到，我怎样才能成为你故事的主角？心有困扰，现在常常在问。